台湾的经济奇兵——中小企业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拿出来之后，他们德国人看到，他是说 incredible，impossible， 我就是这样形容啊，是这样形容这个产品的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使用方法。胶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周日晚间10点，T观点。